假如考试是水果的花式吃法，考试开始，过来，看我躺着吃，看我倒立吃，通通不及格。啊，那这要怎么吃啊？将水果做成夏日冰爽美食，谁的吃法越多，分数就越高。有了，先做一个冰点水果。快叫你的饭搭子朋友做给你吃吧，只需要在祖传的碗里放入我爱吃的水果，加码我爱喝的蜜谷果汁茶，打入冷宫4小时，有了这续命的水果冰沙，今年夏天稳了。超级解腻，简直是我的天选零食搭子。这个吃法同学们叫我原地开店。不错，加码10分。夏天怎么能少得了手打水果柠檬茶。家里吃不完的水果不用慌，放上两片香水柠檬，再来几颗老冰块，涂上987下，夏日多巴胺饮品就做好了。炎热的夏天一定要试试这个。最后再做一个夏日西瓜气泡冰，准备一个西瓜，然后把它吃掉。不不不，还是要留一点备用的。果汁茶不要再直接喝了，加入白凉粉做成果冻，你会发现新大陆哦。西瓜碗中放入爱吃的水果还有果汁茶冻，倒入气泡水。哇，完了！